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谢谢老板们的飞机啊，还有八秒钟开奖。这是我也没写，升了呀。不过我们打他一个闪加一个传送，打了一个双招，让他瞪我们没事。这波瞪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让他推线，他推完我们就回家。这波线不推我会有点亏。大家来点大气吧，我们的送礼人数不太够，来个0.1鱼刺的那个大气，或者是弱鸡，这都可以。没中不玩了。你看看全智龙老板送的飞机是黄色的，说话也是黄色的，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下周的周榜第一会成为我们的这个，你干哈呢？咱是不是有点装了？我这发现会成为我们直播间的 VIP 啊！先杀他螳螂，死定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的一血，不杀万豪，万豪没 buff。谁让他闪现的？他闪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看，又不是我让他闪的，我让你闪了吗？你说，那我能打死？你说你闪什么玩意儿了？这有什么好闪的？这血条就这样吧。无影棍实际意义并不大，就是看着挺帅。给你再来一个，嗯，你小子，我想给你来个无影棍，你居然嚣张成这个样子，我属实是没想到，太狂了这人。装啊，这他马上升了，我们打不了，不找他打了算了，这波打不了，等个点盐吧，马上就升了，已经升了，看着吗？别让他瞪着，哎哎呦，
我看看啊，怎么把他杀了？哎，这怎么能没躲掉呢？不能啊，我往上 W 的呀。哎呀，被那小鞭给擦着了，你知道吗？被那个小鞭给擦着了，擦了一个鞭儿。一打不了必中，放屁！不晕怎么必中？净扯淡！下波打吧，这万豪这玩意儿呢，是确实是不是那么很好打。来了，老弟。操！哎，这边能杀还让他给跑了，是挺恶心的。这是，这感觉没有机会了，杀不掉了，这不行了，打不死了。你上我下，他闪现，算了，回家。八级打六级，你要再不来呀，哎呀，俺们就崩了呀！我觉得你得来一波。现在靠我们自己已经很难打开局面了，就是这个梦，这个万豪我们自己肯定是杀不了。你看他走不走，真装啊，我也搞不懂这装什么玩意儿了，你说咋的呀。好呗，你打他呀，你怕啥呀，他技能都用完了。我算发现了，你他妈就想过来吃我兵啊！你像个人了，真的！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刚才你就挠他就完了呗，这有什么不能打的呢？走吧！你这两波都没杀了，你说这杀杀杀杀杀杀杀，别怕！能杀，玩儿呢？刚才没技能不上，刚才 W 放完了不上。哎，我操了你的歌了，真是！
哎，你说他塔下把 W 放完了以后，刚才不上，完事儿呢，人家跑过来了呢，我打半天，人家不上了，然后等一会儿，哎，人家技能好了，上了。净他妈的帮倒忙！哎呦我天，来了就吃经验，吃打皮，能杀不杀？完事儿抢兵，整个七级他妈打个十级，打个屁！像个犊子似的，你瞅瞅这个。来跳，好送，这是闪现了呀，是吧？要不然他跑不了那么远。好送，终于给我来了一波开张。咱也不知道搁这狂什么玩意儿了，你说？吃口屎去！有没有跳弹？这是打嗨了呀，这是给他。嗯？我这一看，这是给他打嗨了，真的。这是有大吗？有大那就完了，没有大招啊！哎呀，操！真气人呐！追，别追，别追，铁锅可能不行啊。哎呦我操，我的大兄弟呀，这咋的呀？这旁边有人呢。啊？这也没有人呢。你最讨厌这种就是不帮忙还老帮倒忙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很烦。你可以不帮忙，但是你不能帮倒忙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可以，要么你就让我自己玩也行。你来了吧，还老吃经验，本来就劣势，还老吃经验。我抠你一下，你有脾气呀？这他妈的辅助还来了，2480，这把出不出三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把不出三项了，这把出黑切。0-6。
这机器人很断我节奏，刚才我这波节奏没起来，螳螂还是整的抠，有点烦。这晚豪我管不了了，没法去了，我们他带下我们带上吧，分带吧。小黄毛送咱也没招，你点啥呢？这有啥好点的呢？点啥呀？能上啊还是咋的呀？飞来，来这回飞来。那梦眼儿呢？飞呀！把这个给我杀了，这打不死，打死！哎，他妈吹波扣，我操你哥了！真是的，那帮人怎么不打梦眼儿，净打我呢？你给他吹波扣，他也塞不动啊！你算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下轮俩呀，头痛。还 AD， 你看万豪厉害不？我养的那 ADC 0-7，你跟我说我养的，我就不养他，那 ADC 又能有什么用呢？你说，赖我养的呗，他0-7赖我呗，往我身上赖呗。他对于团队的贡献是什么？我就想知道他对于我们团队的贡献是什么？送人头吗？就这还能给这 ADC 原谅波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。这波的晚豪其实可以杀，你就塔下勾引他，我们塔下把他杀了。正好600，反正你也不值钱，你就100块钱换他600合适。能不能不甩锅打野？哎，我打一个字儿了吗？我除了我跟你们小说两句，我打一个字了吗？我怕影响他心态，我连字都没打，我一个字都没打，我就在这默默的玩游戏发育，默默的找机会。什么叫怪打野呀？小龙。小龙完事下路推，我跟小黄毛说一下呢，让小黄毛去勾引万豪，然后我们越你留意我们杀他，你就上去勾引他，让他越你的塔，知道吧？这波你来的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在塔下勾引他，哎，你就在塔下勾引着板豪，让他杀你，
好，勾引成功 ，ADC 上当了。好，婉豪上当了。好，上当了，拿大龙，兄弟们，哼，哎呀，我的天！来来来来来，打了打了打了，他们没视野，勾引成功，哎，小黄毛勾引了两个人，卡莎先给他勾引过来，然后再勾引一个婉豪，他们就都想杀了小黄毛。我们大龙就拿下，游戏结束了，无敌了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我并不是说怪我们家打野，你知道吧？那你说你打的不舒服了，你还不让我说两句话吗？你要憋死我呀！你这儿我不打，我不影响他的心态，我自己在这叭叭，我自己在这说两句还不行？那打野能听见吗？那打野也听不见。我也没去说我们家打野去，我也是个玩家，对不？你不得让我发泄发泄吗？这。你要憋死我，你这还一会儿憋出抑郁症了，我跟你说，话是得说的。这谁给他回了一口血呀？叮，好勾。那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，你说你不能说别人，那你自己在这说说两句话还不行，对不对？我的队友他并不能听到我说的话，只有你们他可以，然后你们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你能不能不怪打野？就会觉得我在怪打野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怪他。我现在问这打野，我说我怪你了吗？他都不带说话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说没有。只凭你们两个想杀我，好像不太可能啊。哎，一不到，不行了，跑了，让他跑吧。不能 WEQR 啊 ，WEQR， 我们打不死他，得等他一走，我们再 W， 这样能行。先走，这婉豪好像不行，走走走走。差不多了，可以撤了啊！这婉豪还是有点吓人的。这婉豪，先回家整个春哥。走走走走走，别打。这都不让回家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你是想死是吧？啊？兄弟们，我上了！兄弟们，我跑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这波没有人了，龙给了，给了吧！
哎呀！打个蓝 buff，蓝不太够用，来个蓝 buff。上路是谁呀？刀锋，刀锋可不行啊！别急啊，扫一下没有人，这机器人指定搁这里回城。嗯，我们可以追他们，目的不是把他们给追死。好，目的是勾引对面，知道吧？勾引成功。先拆塔，先拆塔，没事，阿卡丽可以打，没啥虚区。有些兄弟说：“哎呀，什么时候出黑切呀？你为啥出黑切了？第一，这把不太顺，黑切便宜，性价比高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打人其实比三项能疼一点。”然后我们家属于这种全 AD 阵容，我如果这把还出三项，有可能就会打不动人，你知道吧？像比如这晚猴一个布甲骸，螳螂一个布甲骸，阿卡丽一个护臂，机器人一个护臂，这就完了，这都打不动。